吃饭。豌豆尖皮蛋猪尾巴，排骨，再来两片酸辣生姜，解腻。肥肠，太香。好了，
这个是用我们四川人会麻辣酱烧的，还有这个肥肠，立信干炸黄花鱼，这个就是和那个炸鲳鱼是一家的。外酥里面嫩，它一袋是这样的，两斤一袋，然后里面有22条到24条。到家姐妹们收到货，中小火去炸一炸就可以了，都是那种比较大的，姐妹们可以去试试，孩子都可以吃的，这个刺儿比较少一些些。这个炸黄鱼这次卖了，也几乎都不卖了，因为往后天气越来越热了，也没办法发。他说给我儿子留两条，喜欢的姐妹们可以试一试，这个确实是比较好吃，而且它不咸。拜拜。